妞妞手机有一堆号码，拿不起来的手机，他没有头。我看的这个是什么？我看不到哦。You lucky number。野人的笑声。音小小婴儿啊，隔壁那个门打破就可以看到他们了。录音带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要拿斧头吧，我记得。哦，好，我记错了。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买风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明奈你怎么了？爆炸！那等一下记得要烤火、哦，万一会冷哦。哎、欸，该不会武士刀在这边吧？有这么棒的吗？哎、欸，我按我那个自然的毛没有燃啊。你要先点火吧。好土，这边有一本书。哦，你小心，这边有洞哦，小心。有一只八只脚的过去了。八只脚下面吗？哎、欸，这里有绳子，捡不起来了。哎呦，哥哥来了！等，我们这，准备应战。哇！芭比哦，真是，你们好恐怖！那要怎么点火？我不会，我也不会。欸、不是啊，是要在毛上点火。你们要先下去还是找这边啊？欸、怎么点？我也忘了。还是你要蓄气的时候射出去啊？那個、是什么东西？你们在乱戳。因为我之前不是有拿过那个很大的巨大的火把吗？它就有提示，好像是按一还是按什么的时候会烧。然后下去还是继续往前走啊？先往上好了，先往上再下。好。The dark 什么 maber？ 哦，一只突然站在我后面。还有学校坐骑。我掉了。哦。那边有手电筒。哪里？亮亮的。哎，有声音哦，有声音！明奈回头！他们空降，我是。后面还有。要怎么点火啊？哦，有烧起来，烧！好那个哦。你那烧起来了，我烧起来。好多。没有有一滴的感觉，画面黑了。画面黑了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是挨打。保护翻身啊！制作药品，我要吃什么？要吃什么？零食？有一堆药啊，地上一堆药。药！我只看到酒。要在哪个位置啊？哦，看到了。好了。哎、欸，地上有你地上有你。好，没事，我活了。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没事，发电机，但不能用。没有手电筒啊，这边可以存档，存个档。哦，这个要拿潜水装备了。这边有那个炸药，
刚才怪好多，我说好那个。这里可以点火哎、欸。帐篷可以存档啊，只是看有没有要存而已。哎、欸，有拿到照明弹了，这边有好多被吊着。哦，抽他们有钱吊、哦。哎、欸，是他们吗？还是要穿衣服的、啊？我忘记了。哎、欸，有有有，吊钱吊钱。啊，好可怕！你们好过分哦。哎、欸，这个人只有一半呢、欸。可恶，这里没有武士刀。对啊，武士刀该不会在更下面吧？妹妹，这边就这样。要往前走吗？前面没路啦。回头。那边要潜水。这里没路了。可以往下降的地方。啊，可以往下了。原来这里是回头哦，还好我跟你们来，我自己一个人来就会在这边想去。嗯，啊你那个洞我打破，啊这边我还没有拿，这边有什么？哦，可以直接 shift 下来，不用怕。哦，要炸吧、欸？怎么做成炸药啊？哎、欸，退后退后，要炸的话要退哦。怎么炸、啊？我跨进来，能做吗？啊，要点火啊！骷髅头、不是。你打我第几？我知道骷髅头没办法呀。不行耶，怎么做？法胶加打火机？对，不是，你们是有拿到炸药还是照明弹？照明弹啊！照明弹，我拿的是照明弹。我也是照明弹。啊！可是我有打火机，蒸汽燃料罐。我记得要手表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啦，要手表、绳子、酒、钱。哎、欸，不是绳子，是胶带。有金币啊，我记得有金币啊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类似主机版那种芯片。啊，算了，这不是这个。电路板，我有电路板。等一下，我有电路板。为什么你们有？我有胶带。啊，没有，可是没有手表啊。不是啊，手表，手表刚刚的箱子里面好像有。手表，那我们回去捡。但我刚才有的话，我应该会捡到吧？他说法胶跟打火机一起使用、欸，哎，你刚好试喷，往前喷火啊！哦，那是喷火。对啊。对。我没有打，我没有手表，哎，那我们回去看。要换另一个洞吗？没有了、欸，哎，哦，你是要上去是不是？我说换其他的洞啊，不是有两个洞吗？帐篷那边还有。你刚没看到手表？我也没看见耶。这个衣服换下来是什么？这里好暗哦。这里有什么？好怕，不敢自己一个人来。那边不是我们刚刚出走过去吗？原来如此。我刚从那边来的。换另一个洞吗？好高哦！我要爬好久、哦。哎呦，不小心跑到水里来了。要上去吗？上来了、啊。
哦，还要爬啊、哦？对啊。好长哦，好深的。你想一下，我们家隔壁是天坑。哎，到了。好像也是哦。天坑下得去吗？下得去啊。我们那时候是从天坑直接就是找比较能爬的地方慢慢滑下去，然后之中也有死过了。外面还是天亮的。啊，君，你看你后面，左边。嗯嗯。好多蜥蜴哦。那怎么办？杀他们吗？对啊，不然呢？就。走。这主角真厉害，绳子可以爬那么长。哇，而且单手，而且他还可以单手哦。回家吃饭饭。哎，这个是要干嘛的？哪个？这个。陷阱啊！陷阱啊！哦，这是陷阱。对啊。吃饭喝水。我好了。都坏掉了、欸。好多兔子啊，跑来跑去，怎么不用中陷阱啊？我来检查陷阱。真没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然后兔子是不是多一只了？我记得我们刚走的时候只有两只，现在有三只，太棒了！啊靠哟，怎么会有玻璃？哦，是怎样吗？没有，我刚刚要射兔子哦。哼，报应。然后就没了，没有，没事。多多，我会用那个弓，没有，我会用燃烧毛了。是射出去哦。射出去就对了。哦、啊。射出去。哎、欸，把毛射出去。点火之后往前射。一，然后一手射。哎、欸。没有，直接把它当一般的东西射出去就好了。啊，靠北安住了。走吧，我们去另一个洞窟吧。好好的。就去右边，右手边、那個。你看谁把门放在这？就把推车放在这里啦。你是不是踩到陷阱了、啊？这个是，这已经坏掉了，都腐烂了。有我，我卡住了。我回来了。哇，已经抓到你两次了、欸，这陷阱有用。对啊。自己人吗？来吧，这边，对吧、啊？哪边？另外一边吧。这边呢、啊？我是 ID 这边、啊。我想说，我们家旁边不是有个？其实我们家旁边好几个。过了。其实我们家底下是中空的。好赞哦、喔！对，地震一下，我们就坍塌了。这边不知道几个人，朵朵就会不行玩了。会超卡哦！我现在超卡哦！我现在就有点卡，撑一下，应该只是一下子而已。他应该就只是独挡的那一段时间。对对对对对，我那时候是，哎呀，差点掉下去，没事没事。上面好多，那是蝙蝠吗？蝙蝠可以打吗？可不可以攻击我？哇，这钟乳石形状真的让人很想打。那是钟乳石，就是哎呦，头上，等一下，我射射看。我怕他会群体攻击。看，哎、欸，掉下来了，可是掉到水里了。后面有没有在水里？要点火，等一下要对，要引火了，要烤身体。如果有泡到水，这下面有亮光哎、欸，
这里有照明弹，然后记得捡。这是不是可以潜下去啊？下面有亮。过去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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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。你们用自身闪耀了我们。把它烤火了。你们刚刚有听到吗？上面有挂手指头哎。你说听到佐佐骂脏话吗？这个水下面亮亮的。对啊，我刚刚也看到那个水下面亮亮的。哎，怎么办？我出不去了。嗯？怎么了？啊，我好，我出来了。没有，我以为我要踏过那个火焰才能出来。下去小心哦，不然你可能从顶楼滑到最底哦。到底了，跟我说，你们到底了吗？我看不到，人跟我重叠。哇！快点！下面喽，下面很多。英灵在有，还谁有弓箭给他丢一丢？哎，可以丢火把下去吗？可以用箭射啊。射不到哎，一个角度。好，下去喽，冲！没事没事。这里有个死的。那黄信刚刚杀的。冲下来才发现，好像就只有我没穿装备。哎、欸，我吗？还有一层。好啊，这一层好像下面都是水了，所以等一下会很容易失温哦。潜水装很后面才拿到。要去游艇吧。啊，都是鱼，好多鱼哦。出几只鱼回家。跑了，鱼都跑了，就戳起来是阴灵。哎，怎么办？我在游泳的时候，就是是看怎么是潜水的、啊。哎，我要死了！为什么？往上看，往上看，往上面看就好了。哦，好好好，我想说，我怎么会一直往下潜啊？他们怎么都不会冷死？有一个吊在上面的人，后面还有，很有声音。有，后面还有两只，三只是有一个阴灵。拿到手表了。哦，哎、欸，他跌下去了，可爱。为什么有人丢那个？哦，三只阴灵。阴灵在是。我找到乘客。这里有很多硬币，等一下做炸药要用。这个下面水下面也亮亮的、欸。哎、欸，有手表，这是手表吗？有是哪里？挂着的，挂着的，在他们身上，吊着的身上。捡钱了，亵渎人家尸体，物尽其用哦，带不走的，我们来带走。带不走的留不下。这里也有一个那个手表，那儿。上面那个，赞赞赞赞！我记得这个有回音啊，等我一下，敲起来很有感觉。有好多套衣服，我想要换。我也从头到尾一直在换衣服、欸，都空空的箱子，
炸药，炸药，炸药。多拿一点，多拿点，尽量拿，当自己家。拿起来了。啊，这边要钱。上去了，有点往上升值。有声音，有声音。哎呦！哎、欸，我这边好冷。他、啊、来了，在前面。哎、欸。你怎么有办法在这边进行滚翻呐、啊？不符合人体工学呢、欸。哎、欸，那里还有一只，这有个小洞哎、欸，等下再过去。去哪里？先去小洞吧。先小洞吗？对啊，不然还往上爬、欸。哦，这里有小洞，有个手套，粗暴。我听到不太吉祥的声音。可以啦，我听到。看到不太吉祥的东西。上面是很可怕的东西，就是是什么？大只的。哦，站着的那个、啊。阴灵堆，一整堆的阴灵。有没有炸药？哎、欸，对、啊，有炸药哦。就我。马上爬回来。对，马上爬回来。可是能丢下去吗？能丢下去吗？能用射的。是炸药吗？怎么像照明弹？照明弹。很小。那用色的、啊，他现在在边边，他在想办法爬上来的。哎、欸，嗯，哦、刚刚不是有炸药吗？哦，有，大只的、哦、在下面。他、啊、怎么丢？还是我直接炸他？结果有爆吗？会爆炸吗？哦，他好像没事哎、欸。好，有下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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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暗号，暗号，暗号。哎、欸，有啊，炸到他，他焦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是暗号啊。还不熟啊。我不是对挖爬之类的，而是啊。打一名的。在哪里啊？臭小孩，臭小孩！哎、欸，还有，吓死我了！对哇，爬！嗯，还在动哎、欸，为什么都戳不到他、啊？哎、欸，没了吗？欸、这边有东西哦、喔，有那个录影。哦、啊，第八，第八，啊，没电池了。那个是绳子吗？是哎、欸，啊，他拿着干嘛？我不能拿绳，我绳索太多了，这边有绳。无法，绳子是不是可以拿更多绳子？看一下，这里有很多绳子。可恶，岩石带。还有什么绳子可以做的？做一做。啊，没有绳子，怎么都要兔皮呀、啊？欺负我！那不是兔吧？有个那个是什么皮呀、啊？岩石蛋那个绳子。啊，这个金箭带要三个兔皮，兔皮不够啊！好想拿、哦。哎、欸，岩石蛋那个是什么皮呀、啊？猪吗？猪吧。一个布，三个布。再一个兔子皮，然后，哎，我剪一下这边的绳，怎么只剩一条？我眼里怎么只剩一条？哎，怎么没了？对啊，我刚看不是有三条？啊，算了，有拿就好了，走吧。啊，没了吗？
这里有一个东西耶，这什么？有手机耶。滴答滴答。哎、欸，这边是手机。手机手机。不是不是，卡片。卡片吧。卡片跟地方。很像识别证的感觉。哦。我没有拿到乘客名单。所以我们掉下来完全是一个意外，是不是？不用下来的。要啊。没有啊。要啊，就是要下来啊。要拿东西啊。只是你的尖叫是个号角。只是。因为你掉下去了，所以大家只好跟着往下冲，你懂吗？我只是不太想剧透太多。记得吃东西啊。嗯。所以我们现在要上去了吗？我们刚刚不是还有个地方可以走、啊、往上的路啊。哦，往上。我刚刚只是下次记得抓紧绳索啊。他不是抓绳索，他是直接从旁边想看你下面是长怎样的。对，我想说我就看看，我看看，然后我就掉下去了。我刚刚以为你讲了借，你讲借过一下，然后摔下去才好笑吧。我吗？我想借过一下、哦。想说借过借过，那就摔下去了。哎，我是白痴哦！而且我刚刚是尖叫叫的很大声。啊！因为你知道前面很恐怖，然后你还下去了。还好，还好第二颗第二颗炸药没丢下去。反正这里有一个更深的。走啊！还是我们先就走啊？叫朵朵跳下去啊！不是，上次就我们那一群人，有个人是跳下去，跳刚好升的那个跳下去，马上黑白画面。到了，举到了，好，对，哎、欸，游泳圈到了，还有游泳圈，地上不能拿，敲，没看到，哎、欸，这里有药。好耶、欸、我刚吃掉了。这里好多药、哦、没有办法再拿更多药。那这边是哪里？奇怪，药在哪里、啊、我看到药耶、欸、在边边点光了吧。这个药地上啊，地上啊，这边啊。游泳圈在哪？这块石头啊，这里啊。这个药哦，这边有什么？哦，没有哎、欸，就是做骷髅头啊，跟药。回去应该先把置物架做。嗯，好多药放身上。药可以哦，药可以放在柜子里。拿不起来啊，喝水。我又冷又湿。哎，我怎么少掉三个防护啊？我看应该不用被打了。我饿了，吃零食啊！吃啊！哎、欸，我把我的零食吃光了、欸，剩下一只手。那么厉害啊！我这角色特别饿。他承认你是边走边吃，特别饿。在抵达，我就是那种在野餐前，在抵达野餐地点前就会把便当吃完的人。嗯，我们出来了吗？欸、哦，刚刚来过这里吗？有吗？有啊，没有吧？哎、欸，不对，不是这个录影带，我们没来过。对啊，没拿到、欸。没有，没来过。可以看对不对？有人要顺便烧肉吃什么东西的吗？我们刚才没有捡肉哎、欸。我有哎、欸，有人要拿录影带了吗？这是刚刚吃啊吃啊。哎、欸，这出去了吗？那你出去了。哎、欸，谁要吃？我丢了。我吃，我吃。这里离家有一段距离耶，是吧？我吃了。货柜、哦，这是海龟，海龟就海龟，对啊。那那个绳子可以拿啊，货柜区耶。我们要不要先回家了？走啊，晚上了。对啊，晚上了。晚上还是清晨？晚上。对，是晚上。先回去吧。等里面的人、啊，这里就是一个出口。要不要先做一个旗子啊？把一个旗子插在这。不会啦，这里我们家也很近啊。好吧。就货柜啊。不知道路啊。
比较好找而已。对呀、啊，我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诶。那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有人，有人。哎、欸，剑士怎么做啊？木棍加那个羽毛不是吗？欸、木棍加羽毛。那、啊、怎么我做不出来啊？五个羽毛跟一个木棍。哎、欸，既然我们现在有炸药了，真的可以再下去那个垂降个，把它炸开。好哟。干杯，我随意。都说扛着战利品回家吗？对呀、啊，不扛白不扛。我跟林宇要先下线了。好啊，可以。好啊，差不多了，等等我回去存档。好。还行，你喘气声很大啊、哦。是你自己喘气声吧？我满的呢，怎么会是我喘气？到底存档咯，存档咯。我穿了一个，这是什么袍啊？我穿了，这是什么衣服？下面拿到的吧，我刚刚有拿到几件。这是什么衣服？我看不到我自己穿什么。那个啊，梅子跟我穿一样的吗？对，浴袍。好像就只有你没穿到，是不是？没有、啊、我吗？米娜啊。繁星 有啊，就米娜没穿，就你没穿到啊？因为我不知道穿起来变怎样，我都没有。我们的队服，哦、我们小圈圈的服装。为什么要排挤我？下次看到什么都要先拿起来穿一穿，反正都会都会在你的衣服栏里面啊。不会啊。存档。先吃饱饱的。结果是白天呢、欸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好丢脸哦！为什么？没关系。刚刚还笃定说是晚上。存档喽。好。各自存哦。啊，存档。好呀。好啦，关啦。关啦。不。好好，拜拜。好啦，今天开到这边啦、啊。会玩野人是因为多多在邀啦，所以就是跟他们一起来玩。不确定会不会玩到最后啦，感觉是会啦。反正就是先这样啦，啊，辛苦各位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。啊，最后播个广告，拜喽拜喽拜喽。